happy 奢侈 happy happy 奢侈，这个世界需要快乐来拯救。Happy happy 奢侈 happy happy 奢侈，这个世界需要快乐来震动。Happy 奢侈 ，Abadi be a body man，Abadi be a body man 的摩萨巴，爱你的只有一个人。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我。要要要要要要，你快说要好，快说要。要要要要要要，我懂你的要。要要要，爱情人的年轻不老。Go go 不停跳 ，Go go 不停跳。第一名是爱城。恭喜爱城。我一直要闯演艺圈，但是真的没有机会，那超级偶像给了我这样子的机会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阿爸你比阿母你比爱唱歌的爱城，好，爱你的只有一个我，到底分数如何？请下分数。11.911啊！好，先休息，准备第二首，好不好？谢谢爱城。
我的爱，让你的眼泪都停下来。以后就算你再这么爱又淡，爱像星空为你亮起来。你的笑像一种魔法，把夜变成海。我也很有爱，守在岸边等待。夜色越美，我越难挨，心跳越厉害。鼓励爱城，加油！11:44，好好乖，先休息，先换装。
接下来我们就会换最后一首歌咯。那这个一样跟福琼一样，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代表，我们要看爱晨的超偶历程。 Super Idol 在超级偶像里，爱晨从小就展现过人的才华与明星特质。其实在3-4岁哈，他拿住奶瓶的时候，他就很喜欢看着电视机模仿，他会唱歌，这是上天给他的天赋。但爱晨万万没想到，追求梦想的过程却是一连串痛苦的开始。16岁有一次香港滚石主办的明日之星巡回大赛，那在那一次我就拿冠军，然后他说那时候那拿冠军是可以发片这样子有合约的，但拿了之后冠军其实没有这回事啊，就没有这回事，就是那么简单。爱晨辛苦来到台湾，4年前终于发行了个人专辑，却不幸在唱片公司闪电倒闭后，让他的歌唱梦想再度破碎。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却从未影响爱晨对于歌唱的热爱，他参加了超级偶像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。苦练了多年的少林武功，终于把今天超偶的强棒江明娟打败。我也希望有机会再回来打一次。就真的表演就是很好看，你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。爱晨也显示你可以以一当百的实力，加油！面对总冠军赛这场最终战役，已经离家2年的爱晨决定回到马来西亚的故乡。由于2年未与家人见面，在这趟横跨3000公里的旅途中，始终不见爱晨以往轻松诙谐的态度。他带着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，期待见到家人的那一刻。阔别2年回到家乡，爱晨与家人们天南地北的话家常，似乎在彼此间有着聊不完的话题。我想说跨年我就跟他拼。没有看到你，没有拍到是吗？我知道，还没红是这样的嘛。而每次回到古晋，爱晨总是要到一个地方彻底的放松心情。这也是我家乡古晋的达旺沙滩，我觉得这里就是会有让我一种有放松的感觉。走到总决赛，我相信已经对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走到这里，爱晨是一个很乖又很内敛的小男孩，进超偶有改变很多，因为看见他每场的表演，觉得他很累，他现在坚持做，这是我发觉到他好像表演，好像都在坚持着他的表演，就是要把这个表演演完，我一定要演完，要做完我要做的事情。他好像不是在比赛，好像是在表演，只要逗人开心，大家欢乐，他就说，他跟我说这样就足够了。我知道你在外面很苦，因为你等待太久了，一次一次的失望，妈跟你一样，我们两个都一样，你的心想什么妈妈都知道，你要做什么我都会愿意，只要你高兴我都会支持你。加油爱晨，加油， Do it, Do what you want to do。我回来了，总冠军就是我 Super Idol， Super Idol。
超级偶像艾辰。 Yeah, go cat go。有些诡异的放呀放着电，然后用声音细细又点的摇滚，他总是爱要不要，有点莫名其妙的，实在太无聊，想泡妞还怕跌倒，叫我如何对你好，要要要要要，你快说要，真的这个歌曲 Go Go Cat， 丁老师讲评，郭伦老师，艾辰真的是超级偶像的一个 miracle， 真的。本来四年前发片，然后开始人生走到谷底，然后发片的歌手愿意拉下脸来参加比赛已经不容易，可是艾辰你豁出去，然后我觉得你整个蜕变，你改变很多，你本来很老派。就一招，可是你现在呢，
唱什么歌，你可以在唱很快的歌中带着很沙哑 sexy 的口气，然后音很准，拍子很准，我觉得真的不容易。而且你那一种奋力搏永不低头的精神，不管你今天拿到第一名，我觉得你已经是超级偶像，恭喜你已经是全新的爱城了 ，renew。珊妮老师，接三阶段的比赛，爱城应该是保持最好的实力、最好的状态，还有包括体力。我觉得你整个三阶段的稳定性都非常非常的好。我相信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，这其实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。我觉得今天的你真的非常特别，当然你的演出一直都很有舞台魅力，但是你今天唱的真的很好，因为你今天的唱腔非常的有戏剧性。我觉得整体的演出，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有任何遗憾了，因为今天三个阶段的演出都非常非常的精彩。我现在整个心跳好快哦。在我们比赛开始前三个阶段，你排序是第三，对不对？志平老师，你真的让我很感动。虽然说呢，从你每一次的这些，就是今天的这三次比赛的这些动作啊、歌声啊，有些东西呢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绝对不是这样的。我可以看到更多你的心意、你的诚恳。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，而且呢，我觉得你是超级偶像呢最具代表性的典范，因为你的精神、你的努力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替你喝彩。成功的秘诀就是坚持到最后一秒钟，你做到 ，you do it。OK， 好，我们最后一个，爱城的分数将影响所有的局面，到底谁会是冠军呢？我们要看最后一个分数。爱城分数，请下分数。11.933。第一名是爱城。恭喜爱城！当然我一定要在这里有这样子的机会，好好的感谢我台湾一路以来照顾我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干妈小阿姨。是，恭喜干妈，恭喜小阿姨。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然后他们无条件的就是为我付出这个六年，我很低潮，然后他们养我，他们这样子。然后我马来西亚的爸爸妈妈，我全家人，还有我所有的歌迷，还有台视、三立，还有超级偶像，让我从零开始。我一直要闯演艺圈，但是真的没有机会。那超级偶像给了我这样子的机会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好，红内裤给我们看一下，快点。原来就是红内裤关系，再度恭喜爱城第二届超级偶像的冠军。这么热烈掌声，谢谢。